Issue 题：Jacob Abdul planned to purchase X 件 uniform, Y 件 T-shirt for a group of students in his school. 然后，the purchase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constraint: total number of clothes cannot more than 70。所以我第一个呢，就是 X 加 Y 会小过或等于70。70的时候没有小过70，所以可以。然后number of uniform x at least 最少的情况之下就是要大过或等于 20% of 那个 T-shirt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x 大过等于25/100y，OK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月减一25/25四。然后，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有 4x 大过等于 y，所以 y 小过等于 4x，这个是第二个 equation。OK，好，然后接着第三个，T-shirt，OK，the number of T-shirt y 超过那个最少十件，y 减 x 呢？就大过等于十咯，所以这一个 y 减 x 大过等于十是第三个 equation。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三个 equation，a 的这个部分是这样，这一个是第一个，这一个是第二个，然后这一个是第三个。然后当我们讲，它多过它多少的时候，其实我是用减这样的一种方式。接着2 cm 实践 both axis，然后它要我们画它的 shaded region。所以我的第一个这一边，我的 x 加 y 等于70的时候，我就有0/70跟70/0这一种，这是标配的啦。所以0/70、70/0的 graph 是这样，小过等于是下面。然后第二个，我的 y 等于 4x 的时候，我就有0/0。然后我70的时候，它就非常大，4倍。所以我随便放一个号码，可能我说它是20的时候，就 y 等于 x 等于20的时候，y 会是等于80。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，它是这样，28。然后它也是小过等于，小过等于是下面。然后第三个呢？它是 y 减 x 等于十，所以我的 x 等于零的时候，y 等于十，OK，然后我的 x 等于70的时候，y 等于80，OK，x 等于70，反过去 y 等于80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这样，然后大过等于的话呢，就是上面的，OK。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画这个东西，它不会有 negative，所以我们直接拿它最下面这一边，OK，然后这边我们也直接这么这个，应该是够了，不过我再延长，所以我在这一边零。十、二十、三十、40、50、60、70，这个是十、二十、三十，然后40、50、60、70、80，OK，这个是 Y。所以我首先有0/70/70/0，这一个是第一个，0/70，然后70/0就在这一边，然后接着我有00/20/80，00/20/80，00，然后20/80在这一边，然后0/10/70/80，零十。然后70的时候80，
70、80，在这一边。So 在这一边，我们的第一个是小过等于，所以它是下面，所以这一个的下面。接着第二个的，它也这个是大过，看是我看 y 是小过等于，所以它也是下面，所以它的这一个是下面。然后接着这一个是大过等于是上面，对，上面，然后上面，所以它的 shaded region 呢会是在这一边，这个就是它的 shaded region。OK，好，这一边就是它的 shaded region。OK，然后接着。还要我们找 range of t 是 if uniform 是25 uniform 是那个 x 嘛，所以我的 x 等于25 x 等于25的话，在这一边，我的 x 等于25这一个地方 x 等于25上去，OK。然后再过来，所以我拿到的是35跟45之间，OK，所以我的这一个 y 呢，它的这一个 y 呢是在35跟45之间，接着。它要找 maximum allocation，如果它的 uniform 80块，t-shirt 40块，so uniform x t-shirt y，所以它的那个 cost 呢会是等于80x 加40y，OK，我就在这边我用80x 加40y 等于8432，320。所以我的 x 等于零的时候，y 呢会是等于320除40，还变成八零八，我加多一个零下去，080，所以我的 y 等于零的时候，我的 x 呢？会是等于40，所以它是零八十四十零零八十四十零，所以我们这一边的这个零八十，然后四十零的那个graph 呢会是这样，零八十四十零零八十四十零是这个。然后它要 maximum 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就这一条线挥上去，挥到这一边，所以我们会拿到34折，34折，所以它在这一边它是34折，所以它的 maximum allocation。会是等于80乘30加40乘40，380444416，所以它是4000。34404000，就是这样。